做饭吗？哎呀，你一天那么容易饿死，天天追着我做饭做饭，还没到点啊？没到点也得准备了呀。晚上吃啥呀？到底是？啊？是我。我不吃大肉。你想气死我你？赶紧弄点吃的吧，饿了吧，肚子饿瘦了都。你自己弄去，你想弄你就弄，你等。干啥？让我唱首歌。买肉去。哎呦，你咋这么豪横今天？饿了，快点。你这个又是从哪蹬出来的100块钱？你实在忍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天天你别管从哪蹬的，赶快去买肉去，好长时间没吃肉了，弄点肉做个抓饭吃，快点。弄点土豆吃点土豆丝行。什么土豆丝大白菜的，天都晚上饿瘦了都快。就这点肉，这还不够啊？哎，我给你给了100块钱呢，全跑完了。你的意思100块钱我给你买一只羊回来？他这肉也不少吧？可以。你三月足够了。多少钱肉这是？50块钱。剩2000你给我找回来。什么找？人工费。我做抓饭就这三种料：羊肉、这个胡萝卜和洋葱，还有大米。洋葱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那心儿醉了，阿那尔汗那心儿醉。累了，还没唱完呢，往哪跑？该做饭。洋葱炒差不多了，放胡萝卜。胡萝卜再给炒上个10分钟吧，来慢慢的小火炒，把胡萝卜和洋葱香味全炒出来。现在开始铺米。现在蒸35分钟就可以了。放学啦？嗯，回来了。饿不饿？饿。好了没有？好了。我好香啊！今天我们吃手抓饭，新疆特色手抓饭。嗯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我把这个操作的流程都录进去了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如果不会做的话，第一次做少一点。够了。够啊。完全不够吗？现在我们做饭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米果都长大了，饭量也大了，他也能吃，他也能吃。饭量大了，嗯。